干什么你？啊？要洗澡，这么大的水。洗澡，洗个澡。哪里有？他哪里？来吧。没有了呀。这个是这个，有这个了。抓了，抓了，抓我吃一条呀！啊？抓了我。哈哈哈！哎呀，你看这个老公。有这个了哟。对。对啊。在这儿等爷爷等，小姐，看，一群人等等，是吧？爷爷是这么多人就都在这儿等他的了。小姐，你不能让爷爷在下面住的，他那不是有办公室吗？就办公室住的吗？往回跑啥了吗？嗯？跑回去干啥？嗯？非得上山？嗯？哎，小鸡？啥？想谁？想奶奶了？好、啊，贴往回跑。那在下面也能住了啊？他下面那个办公室那不是有住的地方吗？每天回去。回也不说早说，来等等，你看把这俩等到明儿了。这是马到了，马到了，就在路口这儿等着，好好的等。你估计坐着别人的车，这是到这个山脚下了，让等着了，等一个小时了。早知道直接回去接他来回够了。还等啥了等？是尼泊尔对这个世界观念都不在乎了。早说的话，我早开车过去把他接也接回来了。此路不通了，卡方了。小弟，啊？咋弄？挖？嗯，挖了。他放了，放盘子里，是这个？嗯，我不吃，盘子呢？盘子呢？我也不吃。看看，上个山坐会。四十分钟，回锅炖。这个还得挖几个小时？嗯？石头。他拿了一把锹。这么大的油。啊，这么大，就拿一把锹。嗯，拿手挖呀，就拿一把锹，胖哥。哪里去？哦，还有狗。还两个就是。我跟你说，这两个弄的。啊，对，很好。哎呀，看看，马上上山呀，搞了这么个事儿。早知道那会儿就从另一条路走了。
也没少谈。谈了谈了，我这边就你一把刀给你。我了，半个小时呀。这里滑下多少？他们这个山是没有石头，这个片儿上都是土。马上到家呀！这明天得给这几个小伙们就多吃点肉呀。搞啥吧？一把锹两个人，拿个绳还得拽着。不得了，那么多。来，我再扎个坡了。对。扎个。受不动了，白天受一白天，晚上累得干。咦，最好看。उल्लेख गाड़ी स्टैंड के डाले गाड़ी स्टैंड今天闹着玩的，慢慢的挖也能挖开的，再有半个小时搞。老车过来是拿个工具，不干是也是指挥的。他在这小伙们累的是快受不动呀，主要是正好这个这杆树杆距离一点不够。慢慢跑啊。天黑估计能过去。到店了。爸爸爸小光头。嘴上也起泡了，哎，也上火了。怎么都笑了？打爸爸了，高兴。哥哥，好了，王蛋都笑了，他不舒服了呀。对，不能老笑。你都不能笑。我没得。蛋蛋都成点了，没把点有鸭子。对。不用打爸爸。很多，小 K 的有两个鸭子，四个吧，上面有，有四个，哎，不要打爸爸，来。